呀。把他那个走向的，再开一下。这个是进去，对吧？还有那个柱子嘛，没有那个，你看那个滑道，滑道的进去。那个盆子震动。把盘子震动打开。那已经打开了。但是它不行。打开以后，它为什么还不走呢？它这个料已经满到这里了，它就要停了。再不满的话，它会堵，它就是。这个螺丝呢？这个。这螺丝也满了是吧？啊，没有。再整一下，还没上停呢。再拿出来，拿出来再出来。我可能给人家将一下来。将一下来。